硫酸镉的化学式为 CdSO4XH2O， 其中 X 可以是一三分之八或零，取决于化合物的水合状态。最常见的形式是一水和 CdSO4H2O， 但已知有其他两种形式 ：CdSO4-83H2O 和无水盐 CdSO4。所有盐都是无色的，并且高度溶于水。硫酸镉最常见的形式是一水合物 CdSO4H2O， 然而还有其他两种形式是已知的 ：CdSO4-83H2O 和无水盐 CdSO4。所有盐都是无色的，并且高度溶于水。硫酸镉的另外两种形式是 CdSO4-83H2O 和无水盐 CdSO4， 两者都是无色，极易溶于水，并且与一水合物 CdSO4H2O 具有相同的化学式 CdSO4-83H2O 和 CdSO4 与 CdSO4H2O 具有相同的化学式，但其中存在的水分子数不同。水晶格子，硫酸镉又称硫酸镉或硫酸镉水合物，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化学式 CdSO4H2O， 它是一种无色或白色结晶固体，极易溶于水。硫酸镉以两种水合物形式存在，一水合物 CdSO4H2O 和其水合物 CdSO4-83H2O， 以及无水盐 CdSO4。 硫酸镉又称硫酸镉或硫酸镉，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化学式为 CdSO4， 它是一种白色结晶固体，极易溶于水。硫酸镉广泛应用于各种行业和应用，以下是它的一些用途。一、颜料，硫酸镉用作油漆、油墨、塑胶中的颜料。